这球是林恩宇今天的第一百球，打到了右半边，结果落在线内，这是一个安打，而且是一个二垒安打，没有问题。今天呢打了两支的二垒安打。对，那我们看林恩宇要投这个球的时候呢，捕手陈志宏给你逼给了给了给了给个不给了，一个直插球，不给了就多啊，就会吧，刚好速度变慢，比较红中的位置哈、落点非常好，一直滚到了全垒打墙边。所以面对一个直插球，在捕手方面他都有所准备着，随时有挖地瓜要挡球。那个挖地瓜的过程，如果来接近那个本垒板的地方，又有很好的引诱。